吹气。看吧，就你整得我慌慌张张。算了吧。你看，真的，咱们不要说这种东西，就像流氓笑。我们是正经人。我们正经人，你们，我这一吹，我的马就来了。你现在给我整匹马。吹。非得不信我，质疑我，我这人就怕调戏。听到声了没？你吹风吹的是，我这是口红有粘的，对，不行，不要让你听到。听到了。嗨，我本来一次成功的，这整的来来来，给我们抓紧时间啊！看我的马，哎我的马，我买的那个山头来了，马上就来了，看到没？白龙马，都是很厉害。白龙马。你是好笑冠军，我把名改成好笑冠军好。那你说会不会有渐渐的忧郁起来？不可能。我找到问题了，就是因为你叫全能冠军，所以你现在啥也不是，啥也不是。现在就改，在这个网页把我用了十年了，真的不值。不叫幽默冠军吗？幽默冠军不好。刚才是好笑冠军。我改了，可这样大家就破梗了，你知道？大家就觉得我不好笑了。就你说有什么东西，大家说你也不好笑啊。我渐渐就不是好笑冠军。不就为了变幽默而叫的好笑冠军？我不能叫好笑冠军。忧郁王子好了。我是一个很勤快的人，到底有多勤快？来，珊珊，变成星期五快速大扫模式。杨善善与神奇女侠比肌肉。什么让陆森嗷嗷大叫？完美，就这么，这一拍，来，我走。
真的假的？我跑了。